价。下面呢，我们马上有请出来自于海峡彼岸的张新杰，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，掌声有请。接下来我再唱我自己的歌曲，叫《彩虹》，送给你们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其实呢，站在大凯左侧的新杰呢，就是来自我们的宝岛台湾，也是我们台湾一个比较非常好看的节目《超级星光大道》的年度总亚军了。是是，是不是？所以说的话，远道来的朋友，要不要掌声再次热烈响起来送给新杰？真的是，其实我觉得今天呢、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，我能够来到台儿庄这个地方，是、啊，而且又是我们那个海峡两岸呢、啊，海峡两岸、就是一起那个。一起交友的互流的中心，非常的开心。是的，是的，你看、啊、这么热情的台儿庄朋友，新杰，你看一首歌过后的话，我觉得朋友们肯定还想继续听歌，所以说下面、好，那我觉得我接下来我想要就是一种感觉了，因为我是本身是少数民族，就是原住民啊、有时候台湾的原住民族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我要唱个那个叫、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阿里山的姑娘啊 ，OK 了，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听过吧，对不对？那一路啊，哦呀，那呀。重新打拍手吧！你可以一起唱啊！高山青，涧水蓝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。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啊啊啊！台儿
女孩美如水呀、啊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你会上吗？换你们喽。高安静见贼来，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呀，绿水草围着青山庄，那乱都一样那呀嘿呀嘿，那路弯都一样那呀哦嗨呀，哦咿那路弯都一样那呀哦嗨呀。谢谢。